鸳鸯，新娘徛悬悬，新郎是疼某的状元。一对鸳鸯，甜蜜飞过千里路途，飞入圣多尼岛。哦，我们知道现代的年轻人哈，伊拢想要翕迄个婚纱照，啊，婚纱照都跑到外国去。哦，这一对是台北来的，呵呵因为我们在圣多尼岛的时候遇到好几对这个拍婚纱的这个啊，有日本的，有中国的，然后有台湾的哈。那讲鸳鸯水啊，相对，我有写就是鸳鸯你真水，出门相相对对，受罪嘛是结对对，鸳鸯真古锥。有一天你若无对头，甘咪咪点水底依依靠。我们在讲鸳鸯这种鸟，他们是成双成对的嘛，啊，所以我们会把一对情侣比喻成鸳鸯。过几关鱼哈，或者好后鱼，后鱼它是叫做情人鱼，他们也是出双入对哈，啊，所以我就是透过这个影像去把这一拍婚照的这个这一对新郎新娘变成一对鸳鸯，用鸳鸯来写他们的情感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写东西，他可能必须要寻找在你的思想的载体所以我们用鸳鸯来载这一对情侣，所以。这一对情侣呢，他们非常甜蜜的飞过千山万水，飞过圣多里岛，就是为了要拍那边的景色，来拍他们甜蜜的新婚这个生活的这个现象。那我想这种东西，它可能就会留存以后他们的子子孙的记忆哈。啊，所以我看到这种甜蜜的事情，我就把它写成鸳鸯这样的一首诗，鸳鸯。新娘徛悬悬，新郎是疼某的状元。一对鸳鸯，甜蜜飞过千里路途，飞入圣多尼岛。